个擦手洗手的酒精呢，嗯，是现在来到那个东山休息站来吃午餐，这是它外面的一个摆设，因为它里面其实有一个那个小型的那个水族馆可以去看。因为上一次在其他休息站看到这个，然后它做的那个堡是是用豆干，然后里面加上蛋去做的一个像那个汉堡形状的一个东西，好像还蛮有趣的。一百零九，他说他们家这个是一百零九。像那种割草草料的，对它来说。